反过来，四项全会的反面是什么？只要有一项不会，那么就说明是它的反面。那么只要有一项不会，就是至少有一项不会，至少有一项不会的44人会羽毛球，多少人不会？6人。36人会足球，那么多少人不会足球？14人。38人会篮球，多少人不会？12。45人会乒乓球，多少人不会？五。把它全部相加。37。37人，算出来的是至少有一项不会。接下来它的反面就是全。50减37等于13。